东南投县长参选人林明进，在大家热情欢呼之下入场。九号早时，县长候选人林明进在草屯镇成立竞选总部，国副总统夫人蔡玲仪特别来到现场表达支持。伊讲吼，真正是真正的车头是一个门面，所以伫真个所在，伫计先听车头咯时阵，伊就透早就去一只车头来甲洗便所，这是真正的门面。洗了，等伊先去洗洗，等伊上班。两年完了后，伊就是讲，我应该计竞选镇长嘞。叫对方，甲伊讲叫啥？一个洗便所的人，也是要甲人选镇长。本来无人捌伊，我啊，结果互对方宣传一个，说大家知影讲，真正的便所这么清气秀，原来就是一个这么戆狗的人来伫洗便所。国副总统夫人也搁送帝王药，给候选人林明进，祝福伊会当顺利当选。立委马文君、关议员林坤仪拢来到现场替林明进徛台，希望选民会当给林明进替南投县做搁较侪代志。在会中，林明进实在一处讲出伊的政见，希望伫个未来南投会当有搁较好的发展。我讲这鸟嘴人工湖啊，更加做起来，嘛增加咱超顿镇一个真正好的观光的所在。咱的在组织啊，蒋院长如来，看了讲，这个做确实对咱草屯镇帮助极大，啊，对观光各方面的水源的这储存啊，会使讲啊，供应咱南投大地区哦，哎，但对咱南投县的这个欠水的问题啊，做一个真正好的解决。所以啊，咱院长啊，答应我，决定要来进行要进来做。在会中，伊嘛针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补助做一个说明。林明进表示，南投县政府有财政上的困难，所以伫个社会福利的部分，一开始无法度做甲真完整。但是伊有信心，只要好好运用南投的观光资源，一定会当让南投县民拢得到好的照顾。记者吴维麦采访报道。